前腿肉。肥瘦比，肥瘦比，大概瘦的部分大概占七的，好，肥的，然后再去，好，吃完男主角，他会留一根骨头，就是这根骨头，有没有？好、厚度太有，刚刚我们水煮也是一个多小时，好、哦。好。它弄完了以后马上要冰起来，会这样滑滑反复的哈，就有一点差异了。
丢喽。OK。好。哦，蛮起来了。再拿一个。没有，有很多给你。好。像这个哦，我们也是要每一块一块挑，因为每一块挑哈、哦，有时候也是跟刚刚有时候有的有肉条，有的无肉条有无哈。还要挑出来的。还要挑出来，用挑。哦，有时候有可以的成品的拿出来，不成不行的还是要继续卤啊。辣椒呢？辣椒，辣椒两份多。你一份大概多少？一份这样，我一天都可以做三块六块四块。好，谢谢你。来，大赵，大赵要讲。哦，还一条鱼哦。要370。肥较济，接，好，接较切，接较肥，哦，接较肥，接较切。再说，大一，大哥。我忍不住了，好多肉。你看，它是用咬的、欸，
想不想吃啊？嗯，好吃哦。那个大肠，他们有现菜吗？